经洞悉了关于生命的奥秘。通过稳定可控的干细胞再生技术，可以实现对器官衰老的有效干预，寿命将不再是生命的倒计时。紧急插播一则消息，加尔北区新工业园遭到不明势力入侵，发生爆炸。联合仲裁理事对加尔当地帮派的恶劣行径表示强烈谴责。离开我们的土地！联合仲裁最开始就没打算留着加尔的帮派，就是为了找个对付我们的借口。一大早就来找我，麻烦的事情全部推给我。算了算了，脚步松散，反应迟钝，你不专心啊。各位可以自由发挥了，站好别动。大鱼咬钩了，真麻烦，在这里解决掉。歇一会儿，让我缓缓。还有吗？没完没了。随风散落，做个了结吧。往哪儿躲？尽数凋零。听着，我知道算力分配异常是怎么回事。如果那个保镖死而复生的话，那就快逃。接下来就要靠你自己了，可别没了我就死掉了。你好，我是帕尔瓦蒂，你可以随时来米楼眼找我，只要不是工作，干什么都行。准备好了吗，小胖娃？哎，我说没有，你也不会听吧？哼，目标捕获！挣扎吧！虎狼，行动！出伏，和我一起！目标锁定，开火！准备去哪儿？算了，只要不工作，往哪儿开都行。虽然今天什么都没干，但还是辛苦我了。奖励不想要了。已经是早上了。今天有什么计划？我一直有空。又在发呆？放心，我会陪着你的。刚刚在想关于你的事，但现在决定还是不想了，毕竟你就在这里，不是吗？科尔盖重大犯罪对策部，托特。这次我该说好久不见，还是初次见面呢？管理员，天路贸易陆武，既然接了你的单，我和这枪就任你差遣了。别担心，我们会搞定所有事的。